是不是？按照统计，你看韩国里蛮多的，小骗子蛮多。阿法国那么少，新加坡也多，香港最多。新加坡也很高啊。就华人。那 China 怎么只有六个人 ？China。这么酷炫。那你呢？啊？那我呢？那你呢？怎么还？